我们最后再来放一个精神分裂症，这也是西医应该处理不好的案例。精神分裂症案例。2016年1月7日，阿旺师兄阐述自己的病情调理经过。2012年5月份左右，腰痛去医院看，医生开了点中药吃，就回家休养，好像没什么效果。因为经济压力出来打工，总觉得心里不健康。去医院看心理医生，医生开了两种药，一种是安眠药，一种是让人开朗兴奋的药。后来吃了开朗兴奋的药后，由于安眠药弄丢了，就没吃安眠药，然后就开始失眠了。连续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意识不清晰，就开始发病了，谁都不认识。之后父母就把我送到医院精神科，医生诊断为精神性障碍，打了点滴，人意识清醒了，可经过长时间吃药，越吃越糟糕，没有得到改善。我家对面有个老中医，看我这样，就给我建议，叫我去山上拉毛竹，天天锻炼，身体好像有一些改善，但是想戒掉在精神科开的药，就是戒不掉，又迫于经济压力，还是选择出来打工，药还是一直在吃。2013年，在医院开了精神分裂症的药，吃了一段时间后，医生说不是精神分裂症，而是精神焦虑症，后来改吃曲唑酮、米氮平。2014年，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与学习《弟子规》，情绪稳定了，想戒药。后来因为老婆生孩子回去了，在家里几天没吃药，病情又复发，只能继续吃药。2015年初又出来打工，打工期间病情又复发，我父亲只能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诊断后还是说精神分裂症，通过治疗病情稳定，但却被药物控制住，没办法停药。2015年10月1日，偶然的一次机会来到素食餐厅帮忙两天，老师知道我没工作，又有这个病症，就叫我来上班，然后用原始点的方法帮我调理，每天都按推头部、温敷，喝浓参姜汤补充内外热源。开始是带着半信半疑的心态试一试，边调理边吃药，但是精神还是有些恍惚，调理之间病情也有点反复，时好时坏。后来有空的时候，就坐在大厅反复看张昭汉医师的光碟，加上志工老师无私地帮我按推，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我的信心就比较坚定，慢慢的病情有所好转，10天后就完全把药停掉。至今已有3个多月没吃药了，精神状态很好，没发病，晚上没吃药也能睡觉了。真的很感恩原始点，如果不是原始点，我可能还在依赖药物，精神恍惚，也没办法正常工作与生活。所以我想借助自己的力量来传播原始点，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方法，免受病情的折磨。现在这个时代，很多像类似这种精神官能症，比如说忧郁症、焦虑症，事实上处理的方法都一样，还是按头部然后让他心情要观念要正确，心情放松，效果真的很好啊。好，那我们大概就放到这里，我们继续看我们的资料。好，这里为什么我这里就说了哈，不管他什么病名，或是西医说哎呀这个是难治或易治，我们要不要很在乎？你们就知道不要在乎，就我们第一段已经讲得很清楚，凡所有疾病皆因怎么样，体相热能不足，你从这两方面去找，一定可以找到答案。好，那如果说他没有症状呢，
没有错，比如说高血压，他也没有症状，那我们能不能处理？也可以啊，你找他一条脊椎七处原穴，看有没有痛点，有先把它解决了，那他自然就没有病症出来了。本来高血压也没有病症，后面我们会讲到，先暂时就不说。好，那也就是说，原始点我昨天已经讲过，它本身既是治疗，也是什么诊断。所以当你未病之时，你要不要知道？哎，你以后可能哪里会有问题？很简单嘛，你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检查一次，绝对二三十分钟就可以检查完。啊，如果有痛点，你就把它揉开温敷就好啦，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概念是什么？治未病，也就是预防医学。人家都说预防医学，那你怎么知道预防医学怎么处理？就是这样，原始点如果没有这一套诊断，是没有办法达到治未病的啊。比如说，为什么风一吹来，哎，有人就关节痛，有人就不会？那如果他风还没有吹来之前，他如果用原始点，哎，推一推，看哪里有痛点，把它解决了，他风再吹还会不会有痛？根本就不会，等于还没有病，你就可以发觉可能会产生疾病的部位，然后就先一步把它解决了。我们昨天第一堂我们就讲过，总论就讲过，疾病会产生，必须要有什么因，还要有缘，因缘一定要具足，果才会生出来，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把因解决了，恶缘再来的时候，它也影响不到我们的身体，自然就不会产生疾病。这个跟中医和《黄帝内经》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邪之所重，其气必虚”，其实是意思一样。你抵抗力好了，你把体伤解决了，自然就没有这些问题。所以原始点很在乎这一块，也就是治未病这一块。好，那也就是有病我们也可以处理，无病我们也可以达到先一步就把这些病症出现的问题就先把它解决了。最后一项，好，我们再读下来。症状若属本处体伤所致，即使可以从果治疗，但为慎重起见，最好先从因下手，即通过重用内外热源，并配合运动、充分休息及调整心态，以改善体力，亦可按推原始点，间接帮助本处体伤的修复。如此从因间接解除症状，若仍无效，再从果解除症状也不迟。这个很重要。昨天我提到，所有的病症多属他处。但有没有本处体伤的问题？有，状一定是本处体伤，那症少数是本处体伤。那昨天我也教各位，哎，按了有效就是属于他处，按了没有效就属本处体伤。那本处体伤原始点的处理方法一定是重用内外热源。那西医呢，他们的对于组织受损的处理呢，状的组织受损我昨天已经提过，就像昨天放给你们黑脚阿嬷，他们不相信人体本来就有治愈力跟修复力，所以他们对于这些大部分都是甚至一下子一刀就砍了。像黑脚阿嬷不是脚趾头黑了吗？他们造出来的血管显影证实从小腿就流不下来，那他们的处理方式是从哪里截肢的？不是砍脚趾头，是从哪里？整个膝盖砍掉啊。那我们也放两个案例给大家看嘛。那如果你烂到小腿呢，他们从哪里砍？我跟各位讲，从鼠膝沟那个整个就把你砍下来。所以西医就是不相信你身体怎么可能恢复，那就是要用这样比较暴力式的来把它解决。那这样的本处体伤会让患者付出比较重的代价，我们承认它也有效。为什么？像黑脚阿嬷，他脚趾日夜二十四小时痛，如果从膝盖砍掉的时候，他还痛不痛？他没有脚趾头，从哪里痛来？已经都没有脚，所以脚趾头就自然就不痛，
但也可以达到，但是这样我认为付出的代价太重了，所以我们才说如果遇到本处底相，我们应该先怎么样，先用原始点从因下手。那本处底相昨天也讲过，放了很多案例，烫伤啊，包括脑震荡啊，是不是啊？他们修复时间都有一定，那在这个时间你应该都可以处理好。最难的就是本处体相经过，像植物人，你如果经过半年无效，一点改善也没有，那这时候就是确定这个是很难治的。但依我们这样一路观察下来，多少都还是可以改善，除了那个我说的开刀后遗症那个右手啊，半年也没有改善，那个就属难治之症。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推荐给西医从国结症也不迟。但问题，我这种讲话是很客气的，我们推荐过去，他们有没有办法，还是一个问号。只能说我们也不要把患者耽搁，那我们处理最长就是半个月半年，这个我已经写得很清楚。一般比如说急性外伤，盲肠炎啊，肠粘连啊，这西医说要手术，大概一两天就可以解决了那如果比较严重的组织受损烫伤啊，皮肤进一步烧烫伤这些那也是10到30天一定可以解决的。那如果再深入到骨头甚至肌肉已经腐烂了像黑脚阿嬷这种已经腐烂了，3到6个月也可以解决。但是半年以后你才说哎呀真的一点效果也没有，那再说吧，那这时候再去找西医。要不然你看黑脚阿嬷处理完他整个甚至其他的身体都恢复了，大小便秘、皮肤痒多年的一起好。那第二个黑脚阿嬷也是这样，他本来有血糖嘛，血糖很高，最后治完，也全部都恢复正常，等于脚好了，身体也健康了所以我说从因解症它的好处，因为昨天有很多案例，我就不再多放了让你们了解一下。那这个就是我强调的。你按推没有效，还是要先从怎么样？从因解症，绝对不要想到一下子就从果，一开始这样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原始点疑难杂症，还有包括昨天的本处体相各种疑难杂症。好，那我不知道你们看完的感觉，原始点是不是已经圆满，或是原始点还有？没有改善。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记得当时候我早期还在当中医师的时候，那有一场会议叫做中西医整合的一些探讨，我也参与了。但是我参与，我那时候是小咖的，坐在很后面，然后他们请西医的一些专家，还有中医的一些前辈都是在台湾比较有名的，那他们对话，那我们很多中医师就在底下听他们的对话。那中医对西医他讲法，他们也有对西医有一些看法他说西医你们动不动就帮人家开刀，你是不是要开刀之前可以把这些患者推荐给我们嘛？让我们说不定用中药啊，那很简单的方法就把它解决，就不用开刀了。西医说好啊，你既然这样说，但是你有没有一套标准，就是告诉我什么病你们治得好，那什么病不用开刀我就送给你。如果你能讲得出来，那没有问题啊，我们西医大家再来讨论一下，就推荐给你们。这个问题中医听了之后有没有办法解决？回答不出来啊。同样西医也提出一个问题，也是蛮尖锐的，他说你们中医常常吃药这些病根本不会好的，你一直吃反而耽搁了人家，你应该把它推荐到我们这里来，说不定手术一次就解决了吧，不是一了百了了吗中医也有看法中医对西医的说法是好，那同样的，你们能不能提出一个标准，什么病我们治不好你跟我们讲。西医这下子也讲不出来
所以两方的论坛我看是很精彩，然后两方攻防火花四溅，看起来还蛮热闹，但是我在台下一直想出听出答案，最后没有答案，就这样散会了。那这个事情发生了，我就在想，那这个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因为彼此不了解他们的极限嘛。如果说我知道我什么病治不好，我当然我就可以说啊，这个病你治。就像我们说，我们本柱底下六个月一点改善也没有，那我们推荐给这些医生，对不对？那我们不会把患者耽搁的。但是问题他们不知道，我知道我们极限，他们不知道，中医也不知道。中医什么病能治好，什么病不能治好，很具体的、明确的。如果能这样讲出来，那这一场会议就有答案。我们不能的，西医人，那我们推荐；西医不能的，我们来接。那不是这样才能谈诊吗？啊，两者都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你讲了老半天，自然没有答案。我认为根结是在这里。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中医同道。那我们两个见面那他就跟我讲，哇，他治好多少病，一个一个念。我在最后听不下去了，因为你知道他治很多病，我也治很多病啊，是吧？这个不吸引我。最后我只问他一句话，你不需要告诉我你能治好什么病，你只要告诉我一件事，你什么病治不好就好。哎，这句话好不好回答？他想了老半天，竟然愣在那里，无以回答了。那我这个人有时候得理不饶人的，我就说：好，那你竟然不知道你什么病治不好，你怎么能知道你什么病治得好？对不对？这个要有明确嘛。就像这一边你治得好，这边你就治不好嘛。这个一定有一个界限嘛，你一定要明确嘛。那你都不知道这一条线在哪里，那表示你治好的也是懵的。中医师确实他答不出来这个问题，很难的。你们别看我这样，我因为我从那个他们的论坛我就学到了，他们症结就在这里。所以现在不管哪里都在谈中西医诊了，在我的看法，不可能的，不可能，因为彼此间的优劣根本都不知道。好，所以我问了这样，所以我也刚刚问，那原始点放了这么多案例，圆满了吗？你们会不会也这样问我？张医师说，所有疾病皆是体伤，以热能不足，也真的做了很多案例。你们会不会想，那张医师你什么病治不好的？你们会不会这样问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会不会？好，那我就跟你们讲。什么是原始点治不好？以下就是，我们再来念下一段。症状若由急性外伤引起，如脱臼、断肢、粉碎性骨折、异物刺伤、大量出血等，且需特殊方式诊治。除脱臼由中医外，其余皆可直接由西医治疗。好，我就明确的讲，这些我直接根本不用看，甚至直接就推荐给西医去了。我不会把患者连留都不想留。第一个脱臼，如果他肩膀脱臼，你们该不会说，哎，来来来，我帮你按肩部原始点，让你的骨头跳回去，你大概不会这样讲吧？不会啊，不要学原始点学迷信啊，这个可不行的啊。所以这个我不行，我这个需要一个技术才能够把它调整回去。那我们不行的，我们就要给人家。好，第二个，这里提的断肢，比如说他被机器压断了，手掌压断了，你会不会叫他过来，然后把他接在一起，然后撒姜粉，然后温敷，会不会？不可能嘛，这个直接推荐到哪里去？西医去就对了，给他们去了，这个是他们的长项，真的是他们的长项。我是从由衷说他们的长项，不是有讽刺他们的意义。真的是，这个中医也达不到，我认为中医再怎么发展也不可能。那这个就给他们啊，下来粉碎性骨折，你已经断了一块一块了，
你不可能把它再结合的，这个时候干脆啊送给西医。但是说到骨折，我还是有几句话要讲。骨折有分啊，它只是裂开而没有移位，这时候要不要推荐给中医或西医？只有裂开或肿，肿然后又裂开，确定了，要不要？哎，有两派声音，有说要，有说不要。那这个我只能跟各位讲，绝对不要推荐给任何中西医。而且我说的很明确，如果用原始点得当，照骨折啊，这个肿痛啊，一般他们搞啊都要一个月以上啊，以我们搞20几天就可以 OK 了。这个都有案例，后面我会放给大家看。所以我只能跟各位讲，如果没有，即便移位一点点，那也没有关系啦，就不用去找，自己独享哈。后面我再教你们怎么处理。好，那如果它不止裂开，而且又跑远了，好，跑远了，一定要调整回来。这个时候我怕你们没有能力，这时候推荐给什么？不是中医啊，中医这一方面也很厉害的，不要老是都想到西医，好吧？中医把它固定回接回来之后固定，那记得中药他们很多会用寒凉药，不要用，用怎么样？姜粉泥这些把它温敷，或外面用软软贴啊、红豆袋啊，让热进去，修复的时间就会加速，好，那到了粉碎性骨折，我才说推荐给西医。我是有分的那这个部分后面我说论骨的时候再放案例给大家看。好，那接下来就是异物刺伤啊，比如异物刺伤，比如说你吃鱼呀、结果一次梗到喉咙很痛，你按推原始点按了没有效，你就知道啊，这个一定是梗住了，对不对？这时候怎么办？要不要继续温敷啊，内外热源，让他修复体伤啊？不要这样搞了，直接叫他去耳鼻喉科把它夹出来就好了。也不要迷信到说以后走路啊不小心踩到钉子啊，足底很痛，然后就足背原始点按，按了没有效再温敷啊，这个不要这样搞，直接怎么样把它拔出来不就好了？所以从果解症就可以解决，不是什么都要从因解症。我举例的是类似这样，比如西医常常很多人吃进什么钉子啊，有没有刺在那里，看很痛，你揉也揉不下，它明明就是钉子，那你该给西医。这个时候异物刺伤的时候要不要给西医？给嘛，给他们解决了。所以急性外伤甚至有一些什么子弹啊、大量出血啊，是吧？这个你要从因解症，喝姜汤补血来不及了，都流光了，你怎么补？这时候送给谁？西医去啦，这个是他们长效。所以这些病我斩钉截铁的跟各位讲，那这个是原始点不可能的，那这个就是直接给他们，也就是急性外伤的这一我刚刚举的这些，那表示原始点圆满了吗？不圆满。也就是如果圆满，那就你不需要把患者推荐，像这种急性外伤你就不需要推荐嘛，或是有本处体伤经半年的，这也看出原始点还是有什么，还有一点极限。好，那这个我也都招出来了。那既然讲到这里了，我就进一步想问你，你们刚刚也，我从早上我也问了，急性病你们会如果没有原始点，你们会找中医还是西医？你们大部分的意见都是什么？找西医，对不对？那到底是中医能治病的能力比较强，还是西医治病的能力比较好？很多民众是不清楚，到现在为止，我认为包括很多专家，很可能都不一定能够完全厘清。那你们的答案自然也只供参考，我不会认为你们的答案一定是对，甚至可能是错的。所以到底虽然原始点也不圆满嘛，那中西我相信也有不圆满的处。
那到底中医跟西医比较哪一个治病的能力比较强，这个一定要厘清。那在看这一段我也要跟各位讲，也就是原始点既然不圆满，那他什么病，就是他什么病人都能治，什么病不能治，就要有一个界限。那这个界限在哪里，我们来看下一段，我们先把原始点也讲清楚。由上可知，除急性外伤引起的特殊症状及从因处理无效的本处体伤所致之疾病可由西医治疗外，其余各种疾病症状皆适合以原始点医学处理，此治疗范畴与中医极为一致，与西医则有差别。这一段非常重要，等于外面在争论不休的问题，这里就斩钉截铁地把它提出来了。也就是除了急性外伤我们没办法，我们推给那本处体伤，我们治疗的能力强不强？非常强，因为我们相信人体本来就治愈力、修复力、抵抗力，你只要把这些体质改善，哎，它自然很多症状就可以消失啊、哦，比西医这样从国解症付出的代价也少，成本也低。好，所以本处体伤我们只有在一个真的无效了，我们确定所有方法都用了一点改善也没有，这时候我们才推荐给西医，但他们能不能接那不是我要探讨，这就是原始点的极限。除此之外哦，这个界限以外的就是原始点都可以处理，这样原始点能处理疾病的范围大不大？我告诉各位，非常的大，等于几乎有80-90%的病用原始点几乎都可以处理的。所以你们不要再问我，哎呀，张医师，我这个胃癌3公分，那你有没有治过？你有没有办法帮我治好？我就说有啊，我也治过5公分的、6公分，甚至更大的我也治过。哦，不是不是，我不是问这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我说，那你到底要几公分？他就是要我跟他的讲法怎么样，完全一模一样。那如果说我也治过3公分，他又会怎么讲？但是我的形状是这样的，他那个形状有没有跟我一样？哇，患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患者？我真的遇过啊！你怎么讲，他就是有他的，那没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东西，他就是要找出类似的。所以我简单的讲，我最后都会跟他讲：那你这个肿瘤是不是急性外伤？不是嘛？是不是有没有本处体伤的症或状？也没有嘛？那这个还担心什么？那这个就是我的长项了嘛。所以这样回答其实太好回答，因为我把我的不能做的我都把你们公告了，让你们完全清楚，接下来反过来的都是我能治的。我讲一个故事啊，我们以前有一个志工很会下象棋，他下到什么功力，有5段，我就很好奇啊，你这么会下竟然还有人比你厉害。我说那些6-7段的怎么回事，他怎么会赢你？他说其实我跟他们相差无几，有时候只是输他一兵一卒而已啦，不是说输他很多。那我说那为什么最后你会输他那么一点点呢？他说如果这样吧，他比喻，他说一盘棋哦，他可以算到10-20步，那有几种走法会影响整个盘面，他也可以分析，然后他分析像一盘，他就认为有3种走法可能的演变。那我说哎，那这样你讲起来应该很厉害哦，那他为什么赢你？他说他的想法有几种你知道吗？是不是比他多还是比他少？你们认为比他多，他讲的刚好相反。他说他只有2种想法，他认为第3种不可行，所以就不想。然后从这2种想法一路再更深入的，我就输他那么一点点。哦，所以他的想法越来越精纯。哦，原来我才知道，原来高手是这样，他的想法是怎么样？越念越去繁杂的，然后把精华的留下来，然后才从精华怎么样一路再深入，所以他成为比他高的更高端。哎，那这样我来看一些
我武术打斗的好像也是这样，有些人一看一上场，你看电视在演，哇，开始挥拳啊，踢腿啊，啊，结果高手一踢腿，哇，他马上倒下去了，人家只用一招，他用了十几招，结果倒下去的是他，哦，所以我原来在想，哦，原来越厉害的，他想法是越单纯的啊，这才是高手啊。那这样说来，如果象棋有这样的分法，那医学也是这样，你想一个病，想了好几十种的治法，那这个肯定不行。那越单纯的，他越能把精华抓住的，那肯定是越高手。既然也讲到这样，那我也要掀开这个谜底。我刚刚讲的，到底中医治病的能力跟西医哪个比较强？我们不要说太多，放一个案例。我再从这个案例来解说，我们放一个鸡眼的案例 A26。鸡眼案例，朱先生25岁，青海人，用原始点治好了多年的脚病。朱先生左脚第二根足趾处长了一个硬币大的老茧，疼痛难忍，影响走路。小时候走路总是瘸的。大学时去看医生，医生目诊时鸡眼，做了3次冷冻治疗，冷冻很痛，无效放弃。用过很多治鸡眼的药，如鸡眼膏、大蒜、鸭胆子、高锰酸钾粉末等，大多具有腐蚀性，都是治标不治本，疼痛没有缓解，反而有更严重的趋势。还做 COR 激光手术，烧了一个很深的坑，最后老茧又长了出来，依旧很痛，最后左脚已经变形，甚至有点萎缩。2012年3月做了第二次切除术，病检结果直优，看上去那么不起眼的一个老茧，谁会想到它有这么大的威力。经各类治疗仍然是无效。2012年10月9号第一次接受原始点疗法，志工老师直接给我做了足背部原始点，做完后说，现在你穿上鞋放心走就是了。我穿上鞋走了2圈，确实一点都不痛了，以前冰冷的左脚也开始有温度了，脚底也开始变得好软好软，我的心里如释重负，所有的烦恼瞬间消失。原来整个脚掌着地走路会这么踏实，这么安全。经过5天处理，脚不痛了，老茧也越来越小了，皮肤颜色渐渐变成粉色，甚至可以跑步了。到了第9天，结痂快脱落，痊愈指日可待了。经原始点处理，脚底的老茧越来越小，皮肤颜色渐渐变成粉色，情况愈来愈好，足底前段即将复原。前后9天，案例总结，原始点是一个全新的医学概念，为我们传播一种健康的理念，它可以解除人类身上几乎所有疾病，不需打针，不必吃药，只用双手推揉固定部位即可达到明显效果，轻微者可以一次治愈，连癌症患者都能得到印证。然而对刚生下来就接触西方医学的我们，如果不放下我们以前所接受的相关知识，是不能充分理解它的。感恩张昭汉医师及他的夫人，是他们给人类这套健康之法，使我们不再因病恐惧，这就是无畏布施。再多的言语也无法表达我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在今后的人生中，我唯有谨记老师们的教诲，用心学习原始点，帮助我身边的人，祝愿老师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幸福。2013年1月5号。西医我就不跟他比了，我认为原始点不需要跟西医比，但是西医处理2年他搞不定，那原始点9天，而且它里面有症跟状哦，痛是属症，那鸡眼是属怎么样？
状的组织受损，昨天我已经教你们怎么分别症跟状，所以它是两个刚好在一处出现。我昨天有教各位分别怎么来分辨轻症、轻偏重、重偏轻、重症到重病，有没有教你们？好，那这一个是什么症？第一个它是局部的，又是在四肢，这两项跟轻症一模一样，只有一个不一样，它常常在痛，发作非常频繁，一踩就痛，所以它是轻偏重。好，也简单讲，这个以原始点昨天教你们的辨病，看它疾病的轻重，很显然它是属轻症，就是小 case 啊。那小 case 医学怎么会处理两年还搞不定？哎，这个现在的医学有没有问题？你们再仔细思考。那这个问题如果由中医来处理，有没有办法解决好？好，我干脆还是直接跟你们讲，我不是讲原始点的治疗方法跟中医的治疗方法，它的理论基础和治疗的方式有没有相通的？完全相通嘛，它一针二灸三用药嘛，我们是按推内外热源嘛，一模一样。好，那如果他你遇到针灸的高手，他那个足底痛应该几针下去就可以 OK 了，要找到开关，所以针应该可以解决他的痛，而且很快速啊、哦。但是这个有没有这样高手？应该有啊、哦，但可能要你们去找一下。好、哦、像我以前就不行，以前的针灸，如果你们来找我，我肯定不可能几针就扎好啊。那中医可以。好，那他这个鸡眼，中医有没有办法？当然有办法，他有艾条啊，艾条直接温那个鸡眼，可以改善吗？可以啊，你们现在已经知道啊，我们就直接温敷患处嘛。好，那这个温只是他的时间要长，他没有办法，他还要改良。好，那现在还有人用艾草那个罐子哈，那个可以温敷哈，包扎然后放很久啊，这个就有办法。好，那这个表示灸，他中医也有。那内热源更多啦，中医的补药一大堆，所以原理都一样，所以只要用中医懂得用一针二灸三用药，但不能只用一项哦，针只能解决怎么样痛哦。那鸡眼如果你没有内外热源，它是好不了的。那如果中医它能够整体的一起应用，像我们这样应用，我认为不难解决，也就是中医绝对有办法治好。哎，那你看轻症这个对中医还是有办法解决，但是你看西医就没办法。那你想想看西医出了什么问题。好，我就跟你们讲到底西医出了什么问题。简单的讲，它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我们来看。西医擅长治疗急性外伤，也能治疗本处体伤所致之疾病，但它却老病不分，将身体老化的异常当成疾病，无端的使病人变多。此外，西医也无他处体伤与热能概念，故对于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与严重热能不足间接所致之体力虚弱及组织受损，即使从果治疗或可改善，却难治愈。此类疾病需从因下手，按推原始痛点，并用内外热源温之，才易根治。好，我说从果治疗或可改善，我是用或，不一定的意思。可能吃了稍微好，但明天他又痛起来。简单讲，他没有他处体伤的概念啦、啊。那我们来说，西医擅长的就是急性外伤，这是我衷心佩服的啊，这个是任何医学也达不到他们这个境界。但本处体伤破坏性实在太大，你看一个盲肠炎，他们就要开刀了。这个开刀体质破坏很大，那我们一天就可以解决了，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呢？哦，所以本处体伤它虽然也能治疗，我也不想批判，因为确实它这样割了，症也可以改善，也不痛了，因为这痛的地方都挖干净了，还有什么痛的？哦，就像脚趾头痛，它切完了也不会有痛了。好，但是我接下去是真的是批判，
第一个批判的是西医，他老病不分。什么叫老病不分？他现在西医所有的检查，我昨天不是讲过吗？这些异常跟疾病的症状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些异常既非症，也非状哦。那我们中医几千年来要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症状，没有其他。症，我昨天已经分了三大类：症的不适感、症的功能混乱啊，不适感，比如疼痛、酸麻、痒这一系列啊；功能混乱，呕吐、腹泻、咳嗽、便秘这一类；还有症的体力虚弱、行动无力啊，还有什么消瘦啊、突然间暴瘦啊、怕冷啊、面无光泽啊、讲话有气无力啊，甚至水肿，有没有？症分三类，状的组织受损，只有主要是伤口，对不对？还有皮肤病，啊，那这个就是症状。那这个每个人病人都知道，哦，你才会去找医师嘛。那中医就是在治疗症状。那好了，现在西医用检查出来的形态、移植术这些异常，跟疾病与症状完全无关。我比如说白头发也是异常，异于过去我黑发的状态，所以我称为异常。脸皮皱异于我过去红嫩光滑，所以我叫做异常。那外表会变化，体内会不会变化？一样。那他把这个你们看不到的这些异常检查出来，他就说这个是疾病，就要治疗，或是疾病的因，所以变成怎么样？老病不分，也就是把老化的一些现象，比如骨质增生，年纪大总会生出来，他就会说这个骨刺就是产生痛的原因，那跟疾病一直想把它联合在一起，事实上是无关的啊。这是下堂的案例，很多一系列的案例我会再进一步放。那所以第一个，因为他把异常检测出来当作疾病，那古代没有这个异常啊，中医只有怎么样症状而已啊。所以多了这个异常，结果把这个老跟病结合了，使最后的流弊就是怎么样，使病人怎么样变多了。所以你看哦，医院越盖越大，现在大家都在探讨，那为什么病人会常常客满呢？应该设备越来越好，医术越来越进步，然后他们是新药越来越多，照理应该病人越少才对，怎么会变多？出在这里啊，这个才是根啊，没有人看清楚，所以我是一个一个做出来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根本就没。以前有高血压吗？没有血压计，哪来的高血压？以前有糖尿病吗？没有血糖的测试，哪来的糖尿病？现在只是很多中医师被西医洗脑，因为怎么样，读了中医又要读西医，结果他们说有啊，古代有消渴症啊，就是跟现在西医讲那个是症啊。西医的糖尿是血糖的测试，指数的高低啊，那个是无关的，等于根本风马牛不相干的东西，然后拿来凑。所以简单讲，第一个西医犯的最大的错，在我看法就是使以前没有的病变成病了，也就是老病不分。第二个，他没有他处体相的概念，也就是我们的比如手腕痛，我第一堂我就做给大家看，这里痛，他的开关在这里，但西医一定会找手腕的，他一定在这里检查，哎呀，骨头有没有磨损啊？都是这样，膝盖痛，他的开关在屁股，但是他会找膝盖，哎呀，你磨损啊，骨质疏松啊，甚至要换人工关节啊，因为变形了嘛，种种的，屁股揉一揉就好了，但是他没有，所以会变得很复杂，所以他没有他处体相，而病症的他处体伤引起的，竟然在病症里面居多数，哇，那表示多数的疾病是西医无法治愈的。再举一个例子，你一根指头痛，你去找西医，顶多就是吃止痛药，对吧？吃到什么时候会好？吃到那个疗就好了。我讲白的，因为你五年了，你痛五年，你就吃五年。那吃到甚至有些骨头都变形，他们进一步跟你讲，那个叫做免疫系统的问题，就是我刚刚放给你们。那免疫系统就是他们没招了，找一个医学名词，反正你们也搞不懂什么叫免疫，那就带过了。事实上，你揉一下，
不到一分钟就解决了。那为什么他们要搞那么多年而搞不好呢？没有他处体相的概念，这个就是中医最强项，也就是从《黄帝内经》中医经络理论，就是在找开关，找什么开关？他处体相的开关，花了几千年就是在找这。所以为什么西医常常疼痛啊治不好，而要来中医的针灸呢？事实上，这个是中医的长项，很多人不知道，然后一辈子在吃止痛药。好，这个是一个问题。另外，它也没有热人的概念，也就是本处体相需要怎么样？人很虚啊，还有组织不能修复啊，比如说糖尿病溃烂啊这一类的，他们只是清疮，但是他不知道，你只要补充热人，人的体力够了，他自然可以修复。你不信，你体力好，你只要割一个洞，他很快就修复了。但是糖尿病为什么不能修复呢？一直烂呢？热人不够，他们没有热人的概念啊。这个为什么没有？他们的医学的发展是从解剖学开始，但解剖学里面我说组织器官这个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但有一个问题，热人没有办法看出来，也就是体质啊，中医的啊什么寒性热性体质，他没有办法看出来。那原始点的热人他看不出来，那这个热人才是最重要，所以他们不相信人体可以修复，因为他没有热人的概念，而真正能修复的是热人，也就是体力。哦，这是两种，所以他开始怀疑人体会自我攻击，会怎么样，然后所以要去调整那个组织。那我们呢，是把热人补足了，然后让组，因为电力够，组织设备运转就会顺畅，那才是根啊。哦，其实没有，所以对于虚弱体质的，他也没办法，组织受损严重了，他也没办法，他只能割而已。就像黑脚麻，为什么只能采取割？那这个破坏性就很大。那很显然，西医真正能治疗疾病的，我只是把它认为最有效，急性外伤，还有本处体伤，有一些也可以挖好，但付出代价太大了，其余的你们要好好思考啊。这么说来，中医人治的病这么大，人治疗这么多的病，但为什么在台湾现在中医是被打趴了？我是中医师出身，我对中医感情可深厚，看到这种情形，我只能内心难过，有一点对中医怎么样，恨铁不成钢，那种心情不准啊。因为啊，中医西前不久，中医一直在谈整合，那真的有些被整合掉。你看整合的结果变成怎么样？西医院盖得很大，那附设一个中医部。中医台湾是这样，那这个中医部治疗的都是小病。你看脑中风一进来都是西医接走了，这些比较急的病都是他们处理了。那结合了怎么办？中医人治的病越来越少。那人家以为中医不能治病，就出在这里啊。那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讲，反而中医的一针可以解决他处体伤的病那么多，那又有内外热源，又能够解决本处体伤，那所有的病不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吗？那中医都具备了，怎么会输给西医呢？治疗的病那么多，你们怎么可能去找西？像这些急性病也是中医擅长的，只是中医的水准有必要提升。这个我是认为中医水准还有待提升，不是能力不够，有必要，很多问题要厘清的，那中医自然就可以提升。但中医今天已经，你看世界各国，西医真的是几乎征服了几乎整个大片的江山，整个世界来看。是不是大部分都是西医？那中医越来越小，那医术又比他好，他怎么会流落到这样呢？你们知道真正的原因吗？想知道吗？我跟你们讲，中医不是不行，是输在西医的异常。中医会被打趴，就是被异常打趴，因为异常以前你是看不到的，他体内比如说肝硬化啦，脾肿大啦，肺纤维化，肾萎缩，脑萎缩。你看肾萎缩西医就洗肾，但我们今天放了很多案例，欸，只要照他的症或状来处理，欸，他就不用洗肾了。但是他很权威的跟大家讲，肾萎缩就是要洗肾，或是肿瘤
就是要割，大家都不怀疑啊，有它。但是以前你看不到哪有割的问题，那中医治疗肿瘤可以吗？我问你们，可以才怪。你治疗治多久肿瘤才会消啊？人家一刀子咔咔就不见了，你比得过吗？你们这个脑筋还不好使。我再问你们，高血压中医能治吗？人家高血压一起来，高血压不是病啊，它不会有症跟状的。那人家高血压来的时候，中医怎么治？有什么药能马上吃，血压马上降，有吗？你们跟我讲，没有啊。人家药一颗就降下来了，早上吃早上就降，但是它跟疾病是无关的，它只是在调整一个开关，组织运作而已。你明天不吃还不是上来？那吃到什么时候血压才会恢复正常？吃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嘛，还有什么话好讲的？没有好的一天啊。但是他们就是当下给你安心了，那这个不需要治疗的嘛，玩了一辈子也玩不好的东西，不需要治疗。那中医也不治疗啊，古代哪有治疗这个？但是西医说要治疗，好了，所有的异常现在都要治疗。我说把老化的异常当作疾病，所有病人涌向医院去了，中医完全一空了。中医不是不能，古医学就是要治疗疾病，疾病真正发生在身上的不外就是症或状，没有其他的。所以中医老老实实的一个老实人，这样一路治疗，结果到这个年代就被西医玩完了。所以中医既然被玩完了，原始点还有前景吗？你们别骗我啦，我很悲观的。为什么？中医既然医术比西医好，而且真的能解决疾病的症状，这么庞范围这么大，几乎有80%-90%中医是有办法解决的，西医真正能治病的太低太低了。那为什么中医还是现在往前行困难重重呢？异常嘛，异常民众不可能知道的嘛，我下一堂就会讲异常。那既然它是被异常打发，不是医术，那同样原始点，异常跟西医比哪一个比较快？你不要怀疑，西医比你快，因为你一吃马上降啊，你未必能降。当然中原始点按一按，哎，有些马上血压也会降的。我知道有一些效果也很好，但也有不降的嘛，对吧？所以这样说来，你肿瘤有没有办法揉一揉，让它立即消失？人家一刀子一秀出来，你还有什么的比？人家看看影像一片，那你看什么都没有了，对吧？你比得过吗？比不过啊。所以中医的问题现在也面临到原始点，原始点确实我秀的那些病不是西医能处理，但是人们一直相信那个异常要处理，他从一开始就把人类带进这个异常。好，那这个原始点的命运我也只能说难以乐观，唯一一点就是民众真正觉醒了，那原始点才能起来。